这机会不属于我，博大物，结果给我个0.6、0.8。欢迎又回来到 Skin Club 环节， Skin Club 又来啦。我们这个月呢有一个小小的，这几个月都有活动，就是只要在我们试吃 Skin Club 影片，然后点赞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留言，就有机会可以获得 AK M4 或者是 AWP 的造型。 Skin Club 也有提供不一样的储值的方式，例如说 Apple Pay、 Google Pay、信用卡、 PayPal 或者是加密货币等等，然后也要记得输入我的优惠码，好不好？就会有更多的优惠哦。玩 Skin Club 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上头，虽然它真的很好玩，因为它提供了非常多的不一样的箱子给你抽抽，但是大家是千万不要上头哦。看我们的影片过过瘾，然后自己小试身手，那我们就开始喽，再继续抽新箱子。叮，这个 AK M4 造型应该会在下面几部影片抽出来，应该是下一部影片吧，我会在下一部影片抽出来，大家持续关注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。这个两块的感觉比较能博大物，这个应该是目前 CP 值最高的箱子。博大物，结果给我个0.6、0.8。啊，有哦，这种都是我们可以拿来送给大家的啊。这些，这个 skin 我觉得蛮特别的，而且也不错。大家如果真的没抽到也没关系，就自己买几百块的小 skin。God， 完全不行啊！我们的手气，这个箱子感觉是可以有机会博大物的，但这机会不属于我，这个机会完全不属于我。不行了，这个箱子感觉今天我手超臭的，挑一个，不知道大家平常抽什么箱子哦，大家可以交流交流。为什么说刚刚那个箱子不错？因为它零点多的比较少，都是两块的话，哦，这夜鹰也不错。如果有人喜欢夜鹰造型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抽，就是我就尽量抽一些大家比较常拿的啦，例如说 AK M4 AWP 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夜鹰，感觉也还行。这一类的，啊，哎呦，啊，这个要12块，看我真的是假币五才币给，我这个对 CS 的 skin 的那个价格没有很有概念，不然我们就抽个 AK 箱嘛，这里有个 AK 箱，直接抽。法可哟，那那那那，哇哩哩，哦，那换 M4 A1S 好，各抽一个，看有没有可以拿来送给观众的那个枪枪哦。如果我们点阅率够好的话，也许可以一个月就多抽几把，那肯定是没问题的。看看我们的影片的反应度啊，希望我们的其他影片也可以，大家也可以多多去留言去观看，好吧？其他影片、其他的游戏精华等等的，然后点阅率够好，我们都是有机会可以小加码的，这个也抽一个好了，因为M4 A4 应该也是有人用的吧 ？A4 派的人在哪里？
过去一点，看，我自己是习惯有带啦，就是有带那个有带管的，我有带啊，这个没带的我反而没有用的，没有用的那么习惯。看有没有屌货，来个屌的，爱西西怎么样？还是哇，不错哦，再来，哎，影黑，哎呦，哇，真假啦？哇，好可惜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个都拿来抽好了。如果大家踊跃支持一下，尽量想回馈给大家。再玩一个，再玩一个，就是它有各种玩法，像这个就是 battle 模式哦，这就是对决，看谁，有些是看谁价格高你就赢，有些是比低的哦，不一样哦，不一定就是多的赢哦，或者少的赢哦，疯狂模式就是少的赢。完啦，我又输啦，这个人抽到这个 0.72 太狠了，够几礼拜，够几拜，一招定胜负，稳，哎，我砍了一块，哇，今天一直输哎，完了，我们完全没有素材可以去做升级，我们可能要玩那个箱子多回合多一点，箱子多一点的，会赢哦。才赢一把双枪，没了，我们就直接升级吧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杂货。我只能说，我送给你们，我做人不够厚道，什么这种东西，做人太厚，太不够厚道。没关系，这把 AK 我会直接留着，当作我们的素材啊。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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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，停，可以，这些我们都是可以拿来送观众的，十一块呢，这蛮贵的，只是它这个是魔术很高啊，我想我换一把好了，感觉不能挑这么贵的，然后把它合成那个，感觉这个魔术都会偏高。龙王应该大家也会喜欢的吧？可以可以可以 ，OK， 没错。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，大家记得关注下一支影片，我在下一支影片把这个中奖者的名单会直接抛出来，好不好？那感谢大家收看，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喽！感谢 Skin Club， 感谢大家收看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